说不晓得，我说你妈说我马子上嘛，晓得吗？有个马子上的伙伴嘛。哎，他们，有哪样的嘛？他抓住安全了。啊？哎，做老公的啊，卖包的，我不在那块做的。你现在不在？那我把这事情弄清楚了。好，他妈的，这男的，他妈二十多岁。马路上了吗？我晓得。你快下来吧，你也快下来吧。马上吧。哎呀，你打电话别着你啊！我你们俩喊我上去，我乱七八糟，我去。哈哈，啊！来了，小龙，你好，啊，我马上也来了，啊，我还小龙呢，那大龙我偷的，我他妈不会说话。行，那麻烦，那能行吗？我抱着来，我都忙着走。啊？怎么？这哪屋吧？